前段时间，一位妈妈抱着婴儿到杭州警方消防救援站求助，说是呼吸道被异物卡住，需要帮助，情况非常危急。消防员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婴儿施救，后来经过救治，婴儿脱离了危险。孩子的喉咙、食道都比较窄小，非常容易发生呼吸道被异物卡住的情况。 我们生活中呢，就是常见就是有异物窒息。海姆立克急救法呢，常用于气道的梗阻，还有我们那个溺水的患者都是可以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的。那一般我们发现家里突然有人，比如说有喘鸣样的呼吸，嗯，或者吃饭当中突然嗯、呃、有东西梗到了，呃，患者嗯、呃、可以出现突然的面面部呃苍白啊这些，我们可以急救、嗯。海姆立克急救法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石医生找来一位护士扮演呼吸道梗阻的患者，现场演示。用双手就是从患者的腋下环抱患者的那个嗯、呃、腹部，然后我们用左手握拳，右手嗯、呃、握住左手，然后左手的虎口部位对准患者的胸部下方，脐部的上方，一般是前部前弓，后脚是蹬的，让患者坐在前前脚，我们我们急救的人的前脚上面，让患者稍微往前倾啊。 然后向上向内的冲击法，这样的话是患者的腹部下陷，膈肌上抬，有一个冲击力，这样多次，直到患者就是有异物可以吐出来。就是微微往上冲的感觉 <laughs> 是，是感觉有东西往上冲。对对对对，是的。哦、石医生说，异物进入气管支气管后非常危险，一般会在几分钟之内停止呼吸。掌握好海姆立克急救法，可以在第一时间展开急救。 异物梗阻呼吸道属于急诊内科方面，比如外伤出血等情况，就要用到急诊外科方面的处置方法了。首先呢，找到这个出血点的一个位置。如果说他那个出血点就是单纯的一个静脉出血的话，那么我们就局部的一个手指的一个按，局部的一个按压就可以把这个血止住。如果说动脉出血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比较浅表的一个腕关节的一个桡动脉。 还有一个是动脉，这两个动脉的进行了出血，这个是如果是不及时的处理的话，这个出血量是非常汹涌。那么用局部的一个按压。 用局部的一个点压压在这个位置上面就可以，或者是远远处靠近近心的一个位置上面进行的一个肢体的一个结扎，放止血带。啊、我们要求的要求的大多数的用的我们布性的东西，尽量不要用铁丝啊，或者是用这种钢钢丝啊这种前上臂的一个上三分之一的一个位置上面，外里面一定要垫衬一样东西，垫衬一件衣服啊，或者是个毛巾啊。医生说，这些急救方法虽然简单，但十分有效。 不少患者正是在前期几分钟采取了急救措施，大大减少了意外伤害带来的危害。幺八幺八黄金眼记者报道。